新专辑 AII 亚洲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，作为自己的首张数字专辑，王力宏这回又一次用音乐大胆尝试跨界，玩起了人工智能科技。在昨天这场充满高科技元素的发布会上，他现场很认真跟媒体解释新专辑为何取名叫 AII。 世界现在面临的 AI 的一个新的革命，大家都无可否认了。那我们踏入这个革命之前，我们用音乐去探讨 AI 的问题，我们要塑造什么样子的人工智能，而且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 两个英文字母，那中文的两个英文字母 AI 是爱的意思，是，所以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最极端的一个人工，最人工的一个创作，人工的一个发明，那爱是最人性化的一个感情，居然在两个同样的字母里面都会有着天壤之别的相差。精心筹备两年，这回王力宏打出了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跨界玩法，再一次让歌迷印象深刻。在王力宏出道22年的音乐生涯中，他从未停止过将中国传统乐器以不同形式融入歌曲中。在活动上，王力宏还表示自己未来将会把二胡与人工智能紧密地结合起来。我自己这么喜欢拉二胡，对，我将来也会发明一个新的二胡，也是人工智能的二胡。哇，因为然后他们就说，那就要用二胡啊、琵琶、扬琴、古筝啊这些乐器，都是1000年的乐器，为什么不做智慧型的 AI 的二胡？对，其实这些乐器还可以更科技，或者对更智能化，以及代表它更容易拉，更大家都懂了。所以现在在研发一个AI 二胡。新专辑发布。